身在家中，最后获胜是1、2、3、900。阿弟是总结，这边的洋葱虽然没有炒透，轻微的辛辣，但是绝对好过炸焦的油条。我们票数4-1，恭喜获胜。好，还有这我们郭老师一本完美的香麻辣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。再谢谢四位，谢谢。祝全国喜欢做菜的朋友天天都幸福，晚安，晚安，谢谢，谢谢。单身的冰箱该如何料理嘞？ Apple 冰箱食材残缺不堪，惹得詹姆斯是一个头两个大。基本上我里面有冷冻的牛杂，还有自己腌的猪五花咸猪肉。我有自己腌？你骗的，你买的吧？难怪你单身，你不了解啊。我觉得我的不用开了，别管，别管，别管。对啊，就是刚才不能说过期先把它拿掉，我就没东西啦。哎呦，都冰淇淋了，一菜一汤，一菜一汤。哎呦，我的冰汤就是汤，是不是你把这冰棒融化变成甜汤？你看我在忙吗？你想要找什么东西？我在想有没有办法把汤的丰富度再加强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柚子酒，柚子酒。苍蝇啊，是什么？是我吗？水饺皮。我们没肉啊。他们那边应该就只剩饺子皮沾酱油吃了。因为我有点不太知道铺苹果是这样铺吗？丁，你切丁啊？苹果也要切丁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来嘞！啊，反正它是饼干，是饼干的。这个下去了是不是？汤有没有留啊？葱啊？你有叫我留？林玉婷，你除了切葱，你还做了什么？牛葱。我觉得这豆腐很厉害耶，他平常可以做出这种东西，太扯了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厨余之神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